去展现的。是，你看老张有几个动作是那种可就特别幼稚的，把自己特别幼稚的一面放在小马面前。我觉得我要是小马的话，我肯定也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男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因为以前不曾见过他这一面，唯独在我面前。来，有道理。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是生活当中给人的感觉，还有就是运动上。你运动上认真聆听和你刚才认真拿起配件那个样子，很像，都是很专注。其实专注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特别好的。你不会觉得日常中的我就是话会少一些？我觉得你的话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大家给我感觉都是比较外向，有的还比较社牛。比如，比如你，社牛吗？社啊，你还不社牛吗？是那是好还是不好？好吧，至少在我看来，我是比较羡慕这样的，有很快能融入一个环境。也许跟我创业和运动员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你是不是在生活中属于就是别人发现你以后？慢慢靠近你多一些，对，会这样多一些。是吧？感觉得出来。你空窗期多久？2年。2年了，还蛮久。你父母有催你吗？其实我，包括在你之前的小屋里也是，我不太愿意说到我父母，怎么了？因为。我母亲去年才走的，她35个月的癌症晚期，去年9月份走的，天哪！所以我爸工程不做了，就是一直在身边陪她，然后我在外面挣钱，然后给他们，其实这个是很贵的。自己一下子成长。会啊，成长了很多，因为我妈妈的报告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去拿的。然后所有的医生，杭州、上海，然后最后宁波治疗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处理的。而且特别是当我妈走的时候，我爸从来不催我，但是他那天说，他说你要不要，去找一个女生，然后跟你组成一个家庭。因为我爸跟我说那话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在家里，这个事情我在小屋里到现在还没有说过。第一次讲。有很多话是需要契机的，在合适的场合，对合适的人，才能说出来那样的话。觉得他是个非常有孝心的人，非常有责任心，也是个非常善良的男生。因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会感觉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他是怎么一个人把这些全都承担下来的。到了，给你来一下我的主场。你的主场，对，看你怎么表演。羽毛球，你猜真准，了不起。我该做自己了吧？我该让你看到我的光芒了吧？我这里有几个朋友，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全国大学生冠军、啊，亚锦赛冠军，然后刚好人在，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先坐这里，好吧？然后冷的话，你就拿这个披在你腿上就 OK。然后你先看我打，打完以后我教你。好，你是要先跟教练打吗？对，跟教练和他们老板打一下。那我去换个衣服。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啊，不是跟高兴打，应该打不过他吧？哦，他要跟别人打，然后就是故意展示一下。
漂亮，哇，是有点厉害啊。哎呦，好球！哎，五二，来，我来。就我一直感觉，那个球在我眼前嗖嗖嗖的，看的还挺畅快的。那也不是最佳观众的位置吧？不重要，就是赢了。多晃的晃，球太近了。哇哦！好球，好球啊！还接着晃。哦，小心，往前走。哇哦！五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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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你是打爽了，我看着。真的是打嗨了哎。来，打这么久啊，没必要。往前，他们这些人打起来肯定就按照一盘来打。人家不是一个约会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就把高兴放那边了。当没看到，这球没看到啊，只记住你打的好球。好球，好球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啊，终于休息一下。你看看，要休息一下了。纸巾要吗？要，那个，我脚都快抽筋了。暴汗，看看休息干啥？感觉怎么样？根本不是电视上看到那种，现实中应该会更快。我感觉原来速度就已经挺快的了，电视上，没想到现场是这么快的。不是因为单打的话，你整一个拉开，然后是一个人，他跑动有时间。嗯。双打两个人拼得快，就是节奏很紧。对。对，所以会更快一点。你更喜欢双打？我都是打双打，双打和混双。其实我的性格本来是适合打单打，因为我这和性格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会自己掌控。但是你双打，你要去考虑到另一半啊，要配合。如果你真的比赛生气了，可能会怪他。哦，真的会。所以你说为什么不适合情侣档是吗？对的。嗯，要不要再猜一下？来吧，做一局。我们换一遍吧，我去那边打打。可以。来，我再打一局，加油！凭我加油。没有，你们很强。来打一下飞黄，加油！挑战飞黄了。狐狸。要走了。不是换到这边啊？对，别乱啊，小熊！失败了，没事没事。不，这过去也算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高兴，感觉很配合。对，就喜欢他。要不喜欢，早那个什么了。小猪现在有点像孔雀开屏，拍到掉毛有点。来。哇！又来了，你往前，他炸毛了，漂亮！哦，哇乱叫，好球好球！哇，高兴好给面子呀！飞黄在密谋什么？哇！什么叫气场？这给你能的，你是？送分，顶住啊！哦，拍照记录。Yes。哎呀，哎呀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目的。老师，你的点是对的，说着了，所有的点都被你看穿了。我的高光时刻。我。稍微稍微，谢谢，还是那么强。Yes， 我的水在吗？你这里这瓶。嗯，
差不多了，我都快抽筋了。我真的特别开心可以打这么一次羽毛球，并且这样跟他一起，他在旁边看着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会让我情绪好转很多。感觉小猪恋爱中还是很单纯，他没有什么套路。对，但是你觉得女生会觉得这种点是很吸睛吗？一开始可能会，久了就有点那啥了。但我倒是觉得他是平时中那种照顾别人的感受啊，然后自己做一个融入的那种引导者啊，然后忽略自己的感受去照顾别人，那个才是他的闪光点，而不是他一直在扣杀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没必要啊，小猪。就是小猪让高兴去看的这样打球，就仿佛是女生拽着男朋友说你看我来逛街是一样的。我逛街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高光时刻，而且约了好多姐妹。啊哈，哦，对，其实是一样，就是特别用力的在秀自己的肌肉，特别不好这一点。你会吗？你看他不会。感觉会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龙哥，哎，我看过你的运动状态是吧？你会。不是，我是这样，就是如果真的成为他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会特别喜欢我去踢足球的时候，然后女朋友在场下看我。哦，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。对，我会特别喜欢这种状态。但是如果是约会的话，一定是会把女生的诉求放在第一位，对，让女生舒服。我觉得小潘这点做的就非常的非常是，对，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。对，嗯。但是我觉得小猪应该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小猪前几天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压抑的状态，是的，是的，而经常被拒绝，所以他现在需要这种特别爽的、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，把自己的这种不良情绪先释放出去。而且他会觉得旁边有人在关注我，在看着我，他这种会被认可的感觉会提升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在里边，这个在心理学叫做霍桑效应。所以小猪现在，与其说现在他是在打球，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疗愈的过程更好一点。嗯。